阿修罗，你们执意要进犯天机，那就感受一下天神的愤怒吧！ 我都能感受到你的突破，真是不错的猎物呢。你们阿修罗废话真多，犯我天界者，我便一一诛杀。<笑>很好，这样的天神杀起来才不会无聊。 如来大神，这里很危险。你身为文官，不应该随意踏足前线。要是被他们发现了，可没那么容易逃脱。幸好有如来大神救了我。
但如来大神为何不直接解决了他们呢？杀戮并不能结束这场战争，何况我已有一计，不过需要你的帮助。我喂，等等我，我是六等斗士来来，我刚活捉到一个文官，这家伙说能知道天神的消息，会对我们有用。你们回大营的话，把我也烧上吧。行吧，能活捉战俘也不错，没准能套出点天界消息。好，就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白狗，斩杀128名天神，获同等数量兵器，加食物100斤。才100多，有什么好庆祝的？下次，老子要杀1000人！杀个老鬼！算个废物！哼，你们这群残废，还有脸来邀功？我们也杀了不少天神，这是我们应得的。阿修罗的物资是分给能打的斗士。废物！赶紧滚！别在这里丢人！白狗大人，我们在战场上负伤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分我们一点食物吧。好啊，赏你！想死？还是做我们的奴隶，我们自己选。阿修罗的耻辱，贪生怕死。听着，下次攻击最好的斗士，将得到这2名奴隶及他们的家人。没有战斗能力的阿修罗，只能沦为毫无尊严的底层。这便是阿修罗族的陋习，无休止的战争，只会让他们在野蛮的道路上越陷越深。天神与阿修罗的恩怨也无从化解，破局的关键在于狂妄。杀个痛快！众天军听令，组成剑阵迎敌。放箭！狩猎开始！杀！大战持续至今，天兵们早已疲惫不堪，根本挡不住亡命进攻的狂妄大军。是狂妄！
做个了断吧。天神的震怒，陨落的震天铜人，在我的创造下重生吧。阵型后再战。是。总算挺过来了，不过天兵们已到达极限，再打下去迟早崩溃。如今全靠宝灵上尊的神力在支撑，可他疲于对付狂王，恐怕独立难支。我必须尽快行动。是我，玉桃，你可以走了。啊，真的？如来大神，你总算来了。你马上回天宫，把他交给沙欣。天界的存亡就在你手里。